好，我是极简少女静云。相信大家在看完刚刚的情境剧之后，也想要学个几招来防身吧。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我们的极简瘦身，一起准备好 ，Go！ Get ready. Round one, three, two, one, go. 小碎步开始。前面的暖身很重要哦。Round two, three, two, one, 开始 go. 先把我们的膝盖抬高，还有，停，休息。Great. 下一个动作来到我们的。Round three, two, one, go. Break. Round four, three, two, one, go. 准备换边哦。还有五秒，加油。休息。Great.Round five, three, two, one, go. 预备 ，go. 像是控制我们的步伐大小一样哦。准备换边。休息。Break.Round six, three, two, one, go. 换边，加油，撑住，还有五秒，停，休息。Round seven, three, two, one, go. 加油，刀很累，撑住，撑住，换边。最后的两秒，最后一个，加油。Great. 好，休息。下一个动作，往前伸手给别人，当对方攻击的时候。Round me. Finish.任何疑问或是有想要练的部位，欢迎在下方留言哦。拜拜。